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、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，包括一、炮制涉港法案，抹黑中方对港政策，插手香港内部事务，大肆干涉中国内政；二、悍然实施制裁，妄图阻挠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在香港顺利实施；三、污蔑诋毁特区事务，妄议香港警方执法行动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；四、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，为其兜售港独主张、散播政治谎言提供平台，是非不分、颠倒黑白，为违法分子说相；五、多边串联施压，纠集盟友联手干涉香港事务，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，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、指手画脚。